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，今年呢，如果找全球的人权洼地，美国无疑是塌陷最明显的国家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美国和有些西方国家把人权当成自己的优质外交资源，尤其呢是美国，越来越把人权工具化，方便其对外施压。至于这样做是否真的有利于促进人权建设，根本不是华盛顿的真实兴趣所在。比如香港事务，那里的核心问题是恢复秩序，美国呢却把它贴上人权标签，搞出一系列干涉。那些行动呢，不可能促进香港改善人权，但的确可以增加中国崛起的麻烦和成本，而这恰是华盛顿的真实用意。高速发展的中国也在过去这些年呢，实现了人权的长足进步。尤其有一个重要变化是，中国人对现代人权的独立思考能力空前成熟了起来。美国偶像基本坍塌了，特别是在疫情之后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透了美国，真的认为他在人权方面挺烂的。美国再拿人权与中国说事儿，中国人打心眼里看不起他的这份虚伪。谢谢。